先入为主，日文怎么说？先入観にとらわれる。先入観にとらわれる。先入観指的就是成见的意思。とらわれる指的就是被限制、被局限的意思。所以先入観にとらわれる指的就是被成见所局限，也就是先入为主的意思。先入観を捨てる。先入観を捨てる指的是去除成见、丢掉成见的意思。